那边那边去走路走路。Thank you.
边走了，快呀！Thank you.
救鬼一下哦！救鬼一下，救鬼，救鬼，救鬼哦！救鬼，救鬼，救鬼，救鬼哦！现场服务人工的朋友，大家用您熊热情的破声欢迎了我们与神同行的热情队伍抵达了列车。现在看到咱是咱开路神通哦，通常在热情队伍最前面的就是我们的蔡白怡。有看神之乡的朋友就知道，大溪的木雕彩排是最特别的。
中山南坡地人土地公。串联而成的百年奇阵，那个组织方面，感谢咱兴安社的基丁。哎呦，接下来是我们的大有社的旗阵。哎呦，这卡波非常的专业，非常的传统。俺现场的朋友非常热情的破声，你讲好不好？破声来吹来！来，抱歉了，我们稍微让一下，我们要开三元哦，拍谁哦？不用等一下啊，应该结束。所来是安尼，福安社。同意社，然后接下来在同意社是我们的女生哦，是我们的女旗手，我们现场也给她一个热情的掌声好吗？啊，非常的辛苦，非常的辛苦。再来是安庆安虾，哦，他是个今天只是代表。龙虾，鱼啊，鱼啊！鱼啊！三十几个，对呀、啊，那就这个就只需要我们做。怎么进入？等一下就有了，那就没有技术了。
帽子来了。我们与神同巡绕境队伍是由大溪31个社头共同组成的华丽阵容。那我们也邀请我们现场的好朋友，如果你有拿到扇子的，大家可以用手机扫上面的 QR code， 就可以看到用 AR 对照看到绕境队伍的解释。来迎接这个新年，是我们绕境特有的风景，会给表演义阵的小红包，也会给我们神明换香祈福。那在我们今天绕境路上，中山路、中央路、和平路上都可以看到哦。
社，大家看到现在是已经有百年历史的新安社，以大溪的街景设计为大溪县的一格车，全由社员自己巧手制作。
龙脉。这次飞龙团呢，在带大溪哦，非常的有名，扎实讲究练习，带来精彩的表演。跳跃翻腾的飞龙，祈求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Thank you.
狮子在亲亲吗？看到的是我们大溪国小限定关刀手，以及我们新一代超可爱的小将军。现在他们示范的呢，是我们大溪非常传统的，叫做驱离。来一个我们的酷贝，在我们小小年纪，但是还要遵循我们的传统文化。这酷贝哦，只安呢，大家所在是看不到，限定在我们大溪才看得到这个传统文化。超可爱的小将军哦，虽然年纪蛮小的，
但是走起这个步伐哦，也是非常的有威气的，正气十足，灵光掉掉。谢谢我们大溪国小的超可爱小将军。正头之一，当各路神明出巡时，大神娘啊就会在两侧护驾。台湾以宜兰、芦洲和大溪的数量最多。接下来呢，这位是我们太阴星君，我们大溪神将依据最新的统计，数量已达到200尊以上。
Thank you.
他去跟他那个啦，教会。
雨婷，雨婷。好，很好，一百分。好，加油！因为他没有那个被过来，他要直接进庙，他比较大只，对，他是公脚，公脚。去边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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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边